我首先講香港創科先啦。嗱，創科其實咧冇人會否定嘅，這個咧一定會贊成嘅，因為香港咧如果再揾唔到一個咧係可以咧依賴工業一個新工業，個工業嘅意思就係話咧佢可以請香港人咧係作為僱員，可以咧就係創造咧利潤，可以咧創造出口，可以咧就因為咁樣咧創造啲生意機會，可以令到香港人咧無論你做服務好啦，或者無論做生產好咧，都可以就增加就業率。嗱咁樣咧係對香港成個城市發展咧係有利嘅。嗱點解要創科咧？點解要創新工業咧？嗱原因就因為咧傳統工業咧個價值相對低，個利潤相對低，佢能夠喺香港度做即係發展咧好難好難，因為香港咧係無論咧人工同埋咧就地價都非常昂貴，咁所以咧傳統嘅啲工業咧好難喺香港咧可以咧就發揮到一個咧就係創造利益、創造紅利嘅一個咧powerhouse 噶，做唔到嘅。咁你好簡單啦，如果你話會做成衣，做一個咧成衣，如果你大量生產成衣咧，每一件講緊斷毫子斷個線去賺咧，對香港嚟講咧根本係冇可能，因為咧香港人工同埋廠房或者甚至乎咧啲基本開支都太貴。但係如果依一件唔係成衣，依一件咧係一件咧就係有一個非常高品牌，一個咧就非常之咧就係出名品牌嘅一個咧衣服。好似咧就係一啲咧歐洲嘅一啲名牌咁樣，可以一件衫咧賣幾萬蚊嘅，咁樣唔同喎，佢產生嘅利潤咧可以養得起我哋。嗱，所以香港咧行創科或者行咧，我哋都唔好叫創科啦，係行一個高產值，一個咧高產值嘅工業咧，我哋應該有出路。咁所以咧，任何人咧都應該支持。好啦，但係支持還支持，唔代表咧我哋咧就支持一個咧應該要做嘅路咧，我哋就可以隨便亂咁揈啲錢。首先啲錢點樣亂咁揈咧？首先咧，林鄭月娥同陳茂波，林鄭月娥當時咧係特首，啱啱上任特首；陳茂波咧啱啱咧就做財政司司長。咁咧，佢哋發表第一份咧呢個財政預算案嗰時候咧，就將喺財政預算案度咧係撥款100億元咧，就俾科技園去有兩個用途嘅。第一個用途咧就話70%，70億元咧係俾科技園咧去扶持一啲咧就係新創嘅企業。咁希望咧新創企業咧可以因為科技園嘅扶持咧，可以發展成咧一個咧就係喺香港在地嘅工業。第二個咧30億咧就俾科技園咧投資喺一啲硬件，係一啲咧生產或者研發嘅一啲咧就係基礎設施，咁令到咧可以幫助咧呢啲本地工業咧可以繼續發展。嗱，呢兩筆資金咧係唔同用途嘅，70億係用喺軟件，係用喺人啊，用喺公司嘅發展，喺設計上嘅發展。30億咧係用硬件。喺2018年嘅財政預算案咧，原來喺辯論嗰時候咧，嗱佢唔係一個條例草案，亦都唔係一個獨立撥款嚟嘅，佢喺財政預算案度咧擺落去，咁所以基本上通過財政預算案咧，就已經通過一個撥款噶啦。咁但係縱使係咁啦，因為都係100億元啊，而家講緊香港咧，當時香港咧每年嘅基本開支都係5000多億啫，佢100億至唔少錢嘅，咁所以當時嘅立法會議員咧係有質疑，點解咧我哋一筆過撥100億俾呢個科技園？而科技園咧係冇一個宏圖大計，點樣用嗰100億？嗱，當時羅范椒芬咧就企出嚟啦，佢就話咧係願意咧係包括立法會議員在內咧係成立一個委員會去監察住咧呢100億點用。另一方面咧，羅范椒芬亦都明白咧議員嘅關注，就係香港一直咧喺個公共財政方面咧都係每年撥款嘅，係唔會一年撥嗰幾年錢嘅，係冇咁嘅事嘅。香港撥錢咧係通常咧。是每年撥款，即是話你有需要，你係有一個非常之周詳嘅計劃，有一個咧非常之周詳嘅一個咧 proposal， 跟住咧應該俾咧香港政府，香港政府覺得係應該做嘅，嗰、那個無論係香港政府嘅所謂半官方非購啦，即係話譬如科技園香港政府佔股嘅，又或者咧就係嗰度對香港嘅工業、對香港嘅社會發展有需要嘅，咁香港政府可以撥款，咁咧個撥款可以用喺呢個咧就係呢個財政預算案，但係理論上個撥款咧。應該係每個年度嘅財政預算案做單位，因為每一年咧財政預算案都會翻新一次。嗱，如果喺香港政府裏邊咧，譬如工程撥款咧，如果嗰年度撥咗款落呢個工程項目度，即係基本工程開支度咧，如果用唔曬嘅話咧，嗰啲錢係要翻去庫房，喺4月1日再撥過嘅。咁呢一個咧就一般咧係香港政府喺財政管理上嘅程序公義。好啦，香港政府就極少咧係預先撥一筆錢。俾個機構，俾筆錢佢揸住，當然唔係冇嘅。
你譬如咧就係呢個咧房協就會係咁啦，又或者咧就係土地發展，即係話咧就係呢個咧土地發展公司都會咁啦，即係話社區重建局啦都會咁啦。咁但係咧對於呢個科技園，佢完全冇一個超周詳計劃之下，就問政府攞100億，跟住政府亦都願意俾100億佢，就好簡單，得兩條數，一條70億就係發展軟件。發展咧就係俾咧扶持一啲咧新創企業，就俾錢佢咧去做呢個初創，又或者咧就係做設計，跟住嗰30億咧就佢哋冇撤銷就生產，就不如整啲生產線，等佢哋可以做啲 prototype 去 sell 去做生意。嗱，依一個本來咧就係好事嚟嘅，講落去咧亦都啱聽嘅。咁就算當時議員聽完之後咧，亦都覺得 OK 嘅。只不過70億同30億唔係少錢，應該點樣分嘢點樣用咧？應該講清講錯。嗱，當時咧，就唔係由科技園嘅 CEO 咧，即係唔係由科技園而家黃克強嘅位置咧出嚟同呢個立法會或社會解話。當時咧跑出嚟嗰個咧係科技園嘅主席羅范昭芬。羅范昭芬出嚟咧就同大家講：，大家放心，嗱，你千祈唔好掣肘我，我就唔希望咧逐年撥款啦。咁咧你希望一次過撥個款俾我，我就會有效運用嘅。咁咧為咗證明我有效運用咧，我可以成立一個委員會，包括立法會議員咧可以參與去監督住睇住我點樣用啲錢。OK， 嗱，依一個咧就當時嘅講法，結果咧就財政預算案通過咗，結果100億撥款咧就撥咗落去，喺跟住嗱，我唔知道個撥款實際日期啦，就將會喺咧係2018-2019年度，即係話咧2018年嘅4月1日至2019年嘅3月31日中間某啲日子咧，筆錢就撥咗落去咧科技園嗰度啦。嗱，原來撥咗落科技園之後咧，科技園筆錢咧係冇用過，科技園嘅錢咧原來可以向立法會、向林鄭月娥、向陳茂波攞依筆錢嘅時候咧，佢原來咧講嘅嘢咧都係空談嘅。羅范昭芬咧當時咧係講嘅嘢咧係完全咧空白一片嘅。咁即係話咧，佢攞錢之後咧，原來係冇用啲錢嘅，而且冇用唔係短時間喎。去到今日咧，即係話唔係今日啊，去到咧啱啱截止嘅2022年嘅4月1日，即係3月31日嘅財政年度咧，原來咧佢都係喺100億裏邊咧用咗20多億啫。原來咧喺100億。嘅一個撥款，由2018年嘅3月31日至到2019年嘅4月1日中間某個日子撥咗落科技園之後，佢一直擺喺銀行嘅定期存款，跟住咧一路滾存到咧，去到2022年嘅4月1日之前咧，只係用咗當中嘅20多億。好啦，大家數一數，佢20多億用咗去邊咧？唔知道，真係唔知道。嗱，如果佢有人咧認為，喂唔係啊，佢喺將軍澳咪起咗個咧就係先進呢個製造中心咯。在大埔又起緊個藥物中心啦，喺呢個咧就係元朗又起緊個微電子中心，每一個項目咧都係講緊30-40億嘅喎。咁佢嗰度閒閒地都有4個項目，即係嗰度用咗120億嘅咯喎。咁嗰120億咪等於咧政府俾佢嘅100億，佢係咪用緊咯？咁而家用咗20多億，咪用喺嗰度咯？錯，完全錯，錯曬。嗱，原來咧科技園應該係咁講，科技園管理嘅包括科學園。即係包括咧白石角科學園啦，包括咧就大埔工業村啦，包括元朗工業村同包括將軍澳工業村啦。而工業村個名咧，佢改咗創新園嘅。喺依4個園區裏邊咧，個興建嘅建築物咧，都係由政府另外喺個基本工程開支度撥款興建嘅。即係話咧，除咗個100億之外咧，科技園另外講過咧，要政府俾人抌多1000億落去搞科技嘅。而個科技1000億咧，其中包括政府幫佢起一啲咧高端製造中心啊。藥物啊，又或者咧就係微電子中心呢一啲咧，係政府另外咧喺建築署度咧係撥款俾建築署幫佢興建，每一個中心都講緊30-40億噶啦，而每一個中心咧都由政府另外俾錢嘅，4個中心行緊啲政府係另外用多100多億噶啦。嗱，跟住起完個中心落成之後，當然咧成個樓主起到殼出嚟，跟住裏邊可能有啲生產線，可能咧會裝一啲生產線。嗱，嗰個生產線咧。就可能喺個100億裏面嘅30億嘅咧硬件度攞錢出嚟擺落去啦，嗱，依個就可能係嘅。咁但係咧，據我哋所知咧，而家本來咧將軍澳嗰個咧先進製造中心咧都 delay 咗成2年，啱啱先落成嘅啫，到而家咧都未完全啟用嘅。咁即係話咧冇理由而家你又用咗20多億嘅，成件事我會覺得咧，首先就嗰100億係極度不透明，而且咧喺香港嘅審慎理財原則之下咧。係冇理由香港政府咧，係將成筆錢俾咗個機構，係完全冇一個計劃，冇一個周詳嘅計劃，冇一個咧 official 嘅 proposal， 即係冇一個咧財政嘅一個咧方案，跟住就無端撥一筆巨款俾佢，
由佢咧揸住筆巨款任佢點點揈，冇可能嘅事嚟。香港政府應該監管嘅，甚至立法會咧嘅呢個咧帳目委員會咧都有權監管嘅。嗱，依個好明顯啦。由2018年3月31日到2019年4月1日，波一筆撥咗錢落去之後咧，我哋真係咧直過一漏萬。無論當時咧建制派形容咧喺度有拗撬嘅立法會，或者而家清一色完立法會咧，完全都冇睇到依個問題，完全都冇監督依個錢銀嘅來往。好啦，羅范招芬而家都離開咗噶啦，而家新嘅一個咧就係創新園嘅呢個科技園嘅主席咧，科技園公司嘅主席咧就姓查嘅。而咧成日出嚟咧蒲出嚟嗰個咧，黃克強咧就係一個咧 CEO。理論上咧，黃克強咧就受薪，基本上咧就出嚟擋戰咁滯啦。嗱，我想問下黃克強啦，點解我哋將個100億喺大概2018年到2019年期間係將佢擺喺定期存款，而且一擺咗3年幾咧？依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啦，唔係有計劃先至問政府攞錢嘅咩？唔係有一個創科一個咧就非常之熱切做嘅一個咧創新工業，有咗一個咧就係好多人參與嘅一個咧創科，就係科學園裏邊咧都非常多人咧著住 tuxedo 著住咧就西裝去做創科，一日到黑都係見投資者嘅啫，都係賣藥，都係咧講俾投資者我啲嘢咧點好點好，你抌錢落嚟啦。咁點解科技園或者咧就依個咧科學園科技園嘅白石個科學園？是不斷做一些引線，不斷做一些連線工作，是希望香港或者來自世界各地的一些創科公司在香港成立一些公司去做創科，跟著幫他引入資金去投資，讓他可以就形成一個新工業或者形成一個商品。這個歷程為什麼呢？政府扔過70億，即是說30億加70億就變成100億了，當70億是支援這些創科的嘛，支援一些 idea， 將 idea 變成產品的嘛，點解冇用過咧？點解冇用過咧？點解我哋將個100億擺定期度擺幾年時間，最少擺3年幾？而當中嗱，當然啦，佢最尾咧喺而家咧，我哋啱啱幾多盤數咧用咗20多億嘅，但係之前嗰100億就原封不動擺喺度喎。點解未有一個計劃之下，或者啲錢嚟咗之後都唔用，寧願擺喺銀行度係做定期存款，而當中嘅存款嘅利息，定期存款利息只有1.56厘咧？我哋喺個 financial report 度見到咧，佢一年嘅利息收入只有1.56億，講緊係擺超過100億元嘅錢，係做定期，係3個月以上嘅定期。點解會出現咁嘅情況咧？嗱，點解我咁問咧？就原來過去幾年，自己揸住只要幾球幾百萬咧，你去到分行話做定期咧，個經理即刻出嚟同你傾噶啦，係傾 package 嘅，係傾你究竟擺幾耐，你資金有咩需要，需唔需要同你做個 portfolio 做投資？你就算話喂，我唔進取，我擺最安全嘅呢個定期存款都可以趕利息，都喺利息方面咧討價還價，求求其其閒閒地，你幾十萬咧都分分鐘傾到2.5厘翻嚟噶啦，年息。點解？點解？真係點解？點解科技園係擺錢落去銀行度做定期存款，一擺3年幾，結果傾翻嚟嘅利息只有1.56厘咧？求求其其閒閒地一個普通人都可以傾到2.5厘嘅咯喎，點解佢傾得2.5厘翻嚟咧？嗱，呢個第一個問號。第二個問號啦，就係嗰2.5厘，佢明知道係俾市場所收入咧係有折損嘅，佢嘅 CFO 點解唔提出咧？點解唔提出質疑咧？或者佢個 auditor 點解唔提出質疑咧？理論上應該提出質疑嘅喎，一個 auditor 見到一間公司將一筆錢擺喺銀行定期，而佢收翻嚟嘅利息是比市場的一個 norm 低了，他不可能不出聲的。為什麼會這樣呢？這個令人詫異。好了，我們再看一看，原來科技園在深圳的福田有一個分園，即是除了香港大埔工業村，除了這個元朗工業村，除了將軍澳工業村，除了在白石的科學園之外，他在深圳的福田另外有幾座樓，那幾座樓加起來都可能有30萬平方尺，不是很大，但是呢那幾座樓呢當中又好像有間學校，又好像是好像香港的科學園一樣又是搞創新的。那為什麼要大灣區搞這些事呢？那個香港的分園，即是說呢應該是這樣說，香港科技園的深圳福田分園究竟是為香港人服務，還是為大灣區的其他中國大陸的公民服務呢？
嗱，如果佢為中國大陸公民服務嘅話，香港政府出公帑去支援呢個科技園嘅一個咧營業，跟住科技園就將啲錢攞去大灣區度去幫中國大陸嘅企業咧係發展，或者中國大陸嘅初創發展。嗱，我唔反對，但係跟住佢哋發展出嚟嘅業務，佢哋嘅公司，佢哋交税，佢哋請嘅人係咪喺香港發生嘅咧？即係話，我唔介意，我覺得咧可以接受，就係科學園認為，或者科技園認為，或者羅范招芬認為香港冇人才嘅，香港係冇科技人才嘅，咁所以我要向外揾。向外揾嘅話咧，我需要俾啲優惠佢，我俾錢去輔助佢。但係如果你香港人套公司都知啦，如果你去到譬如你去一啲大陸嘅三四線城市，佢一樣俾好多優惠你，希望你落地嘅，唔一定高科技添啊，乜嘢都好，你肯做就得噶啦，你肯請人肯交税得噶啦。跟住佢就俾埋免費廠你，俾埋免税你，俾夠十年你。咁最終咧就係每一年咧，可能就五年開始咧，你慢慢交翻啲税，咁咧就對個政府咧有税收保證，佢就得噶啦。佢哋都個扶持工業啫。但係香港如果攞咗錢，香港公帑去大灣區，包括深圳福田興建一個科技園嘅分園，跟住咧就喺嗰度在地培訓翻當地嘅一啲咧初創企業。咁你有冇同佢哋簽協議？佢個企業如果獲得成果，係一定要喺香港交税。有冇同佢呢個協議？個企業如果獲得成果，一定要將個總部設喺香港，一定要請香港人喺香港營業呢？嗱，如果唔係咁樣，我哋香港人交嘅税走去幫咗一個咧，就係大灣區或者其他國籍嘅人，跟住佢成功之後咧，佢就喺佢自己國家度落地生根同發展，而香港咧抌啲錢出去咧，其實創造咗一個咧成功嘅企業，但企業就並唔會為香港經濟帶嚟益處，包括納税，包括請香港人，包括香港進行製造，包括香港提供攞埋購買服務。嗱，結果我哋唔係咁樣嘅喎，我哋本身想發展高科技，都係希望香港經濟嘅餅做大。香港經濟嘅餅做大，概括啲講，嚴格啲講，就係希望呢啲企業喺香港交税，支持住香港政府運作，喺香港請人，支持住香港就業，喺香港買服務，包括咧商業服務，包括咧就係法律服務，包括會計服務，等香港嘅法律同會計服務有一個咧生意做。呢個就係我哋本身嘅原意嚟噶嘛。我哋要將經濟嘅餅做大嘛。我哋唔係淨係話咧，我哋香港人咧咁大方，我哋為世界貢獻嘅。只要我哋咧就交啲税，發展啲新嘅工業或者翻新嘅產品，對世界有貢獻咧，我哋都好開心。我哋唔係咁嘅喎，我哋本身就係希望我哋抌錢落去發展高科技，係可以為香港經濟、香港社會、香港嘅税收、香港就業、香港嘅一啲社會服務或者香港商業服務咧，係攞到新嘅市場啊嘛。咁點解而家科技園咧咁古怪嘅咧？成件事好簡單，我哋睇曬所有啲文件，包括立法會文件咧，我哋發覺無論咧創科局或者科技園都冇根本咧就冇向咧政府或者公眾咧係定期匯報翻而家嘅狀況嘅，冇嘅，沒有嘅，係沒有嘅。即係話咧，究竟我哋而家嗰個科技園係點樣發展？佢想發展啲乜嘢？佢點樣扶持本地工業？佢都要講㗎。好簡單啫，可能咧我哋身邊有啲仔仔女女。或者我哋身邊有啲咧就係侄仔侄女，佢哋好有諗頭噶，佢哋個個咧都好有諗頭嘅喎，佢哋可能又諗到啲新嘅技術、新嘅科技、新嘅 Apps、新嘅整合，可以創造盤生意出嚟噶。咁點解科技園唔係有好多 scenario， 有好多方案、好多 package 話俾香港人聽？你可以從依一啲 A 方案、B 方案、C 方案、D 方案借錢，或者 A 方案、B 方案、C 方案走嚟我個科技園度咧租我的地方，我有埋生產線俾你產生 prototype， 或者你做時裝嘅。個時裝咧，原來咧可以定係好高增值嘅。個時裝當中用嘅材料咧係高新技術嘅，係可以咧防汗臭嘅，可以防水嘅，係甚至乎咧一件好薄嘅衫咧可以冬暖夏涼嘅。如果係咁樣嘅，點解你唔去話俾香港人知你有咁嘅途徑咧？香港人完全唔知嘅喎。本身我哋攞公帑去擺落去個高科技，擺落去創新工業度，目的就係要最少保證香港嘅人員可以喺就業方面、可以發展方面有一條出路嘛。咁點解而家科技園已經政府喺2018年開始抌100億落去，而家佢過去兩年佢都講過幾次咧，話要抌多次1000億，究竟抌咗幾多錢我哋都唔知道。但係而家無論喺將軍澳新已經起好個先進生產業、先進製造中心，或者而家起緊喺協興喺呢個梁朗起緊嗰個這個電微電啲中心，如果大埔起緊個藥廠 Kitty Club， 點解冇我哋去諗嘅咧？點解我哋唔知嘅咧？點解本地嘅工業、本地嘅一啲人才
係完全冇一個方法去接觸到個一個咧就可以發展嘅途徑嘅咧？嗱，依一個咧變相就唔係羅范招芬嗰時講香港冇人才，亦都唔係咧黃克強咧係啱啱嘅記者會講咧，我要請2000人都香港請唔到300人，唔係咁樣講喎。你根本就冇足夠嘅宣傳，你根本就冇足夠嘅資訊咧話俾香港人聽，究竟而家香港行緊條咩路啊？嗱，依個創科局嘅孫東，又或者甚至乎咧科技園係有好大責任嘅喎。而家科技園擺到明係做地產嘅啦，擺明係做業主嘅啦，唔緊要。咁既然政府不斷抌錢落呢個業主度，咁你都要話俾我哋聽，政府抌錢落去最少個70億係攞嚟做軟件嘅，攞嚟做人才培訓嘅，攞嚟係將創新嘅 idea 變成產品嘅。你最少話俾我哋聽有啲咩途徑申請啊？如果我哋知道嘅話，可能我哋香港已經喺過去幾年產生咗好多咧百萬富翁出嚟嘅咯，可能好多咧係非常值錢嘅產品出咗嚟嘅咯。點解我哋會冇依啲資訊嘅咧？所以咧科技園咧依件事，喵喵件事，或者佢而家咧喵喵夾埋，呢個咁講嗱，喵喵被逼遷唔係好大件事，但係都係一件嚴重嘅事。依一個係在地嘅一個工業，係難得成功嘅一個在地工業。你唔好諗佢賺幾多錢，你唔好舉佢產值有幾高，佢對香港係有貢獻嘅。因為香港事實上咧喺個社會運作裏邊咧，每一年都會產生140噸左右嘅紙品廢物。呢啲紙品廢物如果成功回收，我當唔好多啊，回收一半都有價值咧，就大概70噸，依個係70噸嘅紙品，唔係價值啊，70噸重量嘅紙品咧可以回收。要 handle 要處理嘅70噸嘅紙品，香港係需要好多間廠。不是只是喵喵一間，是要多很多間。喵喵一年可以呢可能做到都是10萬、8萬噸，但是呢我們說的70-80噸的一個呢就是回收量。跟住呢香港政府有些誤導，這個呢謝展環，這個呢就環境及這個生態局局長呢是誤導大家，他呢很折墮，他利用明報，利用明報，利用一些輿論去攝一些 message 出來。那個 message 說什麼呢？他就說喂，喵喵沒了不要緊啊，我六在區區照收廢物，照收，我一樣有大把 facility， 我有一個方法咧去將佢做成紙張，將就將糊將，即係話咧我收完個廢紙之後咧，我一樣可以咧就做環保嘅後期工業。點樣做啊？連唯一一間喵喵俾你拆埋，咁點樣做呢？你突然間喺邊度做出嚟呢？唔通香港政府20萬公務員用手搞啊？好啦，跟住佢就話啦，喂，大家知道我喺環保園咧，我有一個咧 P4、P5、P6 地咧，1.4公頃嘅地咧。我已經有人投標嘅啦，嗰個大陸機構咧，如果名好鬼好鬼偉大嘅國際名嚟嘅，不過係大陸機構，佢咧就將會咧有好高新嘅技術喺香港咧投資喺1.4公頃嘅土地上面咧，原來嘅合約咧係一年生產咧都係30萬噸，30萬噸，即係一年可以 handle 30萬噸到嘅紙張廢物嘅啫。嗱，依間紙張廠係喺嘅，係喺度嘅，不過係2025年先至可以落成，唔知幾時投產，因為落成之後咧。仲要機械 TNC 啊嘛，個 TNC 如果大家做廠嘅知，起碼幾個月噶啦。咁即係話落成之後驗曬消防驗曬樓啦，跟住可以擺機械入去，擺完機械入去去到投產點都要半年啦。嗱，而家話2025年先落成，年底啦分分鐘。而家已經2022年底啦，起一個咧1.4公頃咁大嘅廠，點都要2-3年啦。跟住你再呢個投產埋，分分鐘係2026年嘅事嚟嘅喎。而家你喺下年年中，我俾得半年時間就話，去到咧就下年年中就要趕走喵喵，而喵喵要喺3個月前咧就要開始拆廠，咁即係話咧環保回收只能夠去到2023年嘅3月就要停噶啦。咁2023年3月去到2026年，依2年幾3年，究竟我哋應該點處理呢啲廢紙咧？係咪陸在區區收完之後，偷偷地抌咗堆填區就算數咧？嗱，依個係問題嚟。謝展環咧唔能夠再匿埋。不能夠再潛水，你咧唔係香港政府一個咧，或者唔係特區管治班子裏邊嘅首席潛水員，你反而而家咧喵喵件事咧，你係需要出去同公眾解釋嘅。嗱，當然唔係話你一定錯嘅，你可能一同公眾解釋完之後咧，我哋恍然大悟都未頂嘅，可能咧我哋而家講嘅嘢，頭先我講嘅嘢咧，只係非常之狹窄嘅思想都未頂嘅，因為我哋完全唔知道接收唔到咧環保署一個非常之高超嘅一個思考嘅嘛。你要出嚟同公眾解釋噶嘛？你係官員嚟噶嘛？你是局長嚟噶嘛？你應該要同公眾解釋你究竟諗緊乜嘢？究竟環保方面、回收方面、垃圾徵費方面，你有咩計劃噶嘛？綠在區區你就話會繼續收，你跟住就話我就算拆鬼咗嗰個喵喵咧，
我都會收到，我都一樣可以回收到，一樣可以做紙張出嚟，點做啊？點樣做先？你話俾大家聽嘅喎，你跟住咧就令到大家咧唔單止咧就係想利用香港人嘅金魚記憶啊，就想利用香港人咧唔去即係批判性思考。簡單講，你就話喂唔係啊，我環保園嗰度好鬼大個，好先進嘅一個咧紙張回收、紙品回收咧，將會咧係落成噶啦。你一講緊下年年中你要趕人走，人哋三個月前要拆嘢，咁即係2023年3月就要走。2026年你先投產，嗰兩年幾點啊？嗰啲廢紙產生點啊？一年產生140噸，兩年半喎，而家產生300幾400噸嘅喎，嗰啲嗰啲廢物去邊啊？環保署署長同埋咧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係應該出嚟同大家解釋清楚。好啦，嗱，依個如果純粹係一個咧科技園同埋環保署或者環境及生態局之間嘅協調唔好，所以出現咗咧喵喵個別事件 ，OK， 我哋接受。我哋只要咧係解決好佢就得啦。究竟而家半年時間，即係話延長到2023年年中，係咪一個解決方案呢？我覺得唔夠，你應該可以去到2023年嘅年尾，甚至2024年嘅第一季。點解呢？而家後面嗰個 MEC， 即係話嗰個微電子中心咧，而家石屎結構只係完成咗70%嘅啫，佢要距離落成咧，都仲要去到2024年嘅第一季至第二季。佢落成之後咧，仲要啟用喎，仲要擺機械入去，擺設備入去，仲要安裝，仲要 TNC， 嗰度分分鐘已經2025年啦。咁即係話咧，而家你要收喵喵個廠，你係需要拆卸，拆卸半年時間就搞掂啦。一個兩層高嘅廠啫嘛，揀乜即係三個月乜都拆完噶啦，再清走埋垃圾，做好西防飛送 formation 都係六個月時間到嘅啫。咁即係話咧，如果你由2025年當你年中可以投產啦，嗰個微電中心，你撥翻之前半年。咁即係話咧，2024年嘅第三季咧，你先要喵喵搬走咧，都仲可大有可為。即係話咧，喺環保園，即係話咧，應該係咁，應該叫科技園啦。科技園公司，你根本嘅死期就唔喺2023年嘅年中，你死期喺2024年嘅年中至第三季之間。你其實仲有空間咧，俾喵喵繼續運作一段時間。而嗰個時間咧，你可以俾喵喵繼續回收呢個紙品，繼續咧為香港嘅環保咧貢獻。另一方面咧，喺過程裏邊咧，你可以繼續推動咧環保園嗰個新嘅廠商建設。但係新嘅廠商建設，佢講一年都只係能夠 handle 30萬噸左右嘅啫。咁即係話咧，香港而家每年產生140萬噸，而當中咧可能回收到70萬噸，都係頂唔順嘅。咁即係話咧，你都要俾個機會俾喵喵咧搬廠去另一個地方擴大生產線，就引入一啲新嘅更加先進嘅生產線。你俾咧就同環保園一樣嗱，環保園咧。是政府俾緊20年嘅經營年期俾佢，咁點解咧？而家咧呢一個咧科技園俾喵喵只係3年咧，點解會咁差別咁大咧？嗱，依個可以見到咧，政府似乎有啲厚此薄彼。好啦，另一方面啦，地政署原來同一時間咧都想趕走咧九巴喎。嗱，嗰度咧原來九巴雖然喺咧大埔喺個元朗工業村裏邊，咁但係原來咧就個地咧就不屬於咧呢個科技園嘅。個地咧係屬於政府，政府咧就決定咧地政署咧趕走九巴。點解要趕走九巴呢？政府好簡單啫。佢如果大家市民諗深一層咧，就好自然會認為，哦九巴好簡單啫，九巴泊車啫嘛，入油啫嘛，咁我哋咪求其搬去第二度咪得咯。九巴好多其他車廠啊嘛，原來唔係咁簡單噶。九巴咧原來喺個位置咧興建好大嘅地底油缸，佢係需要喺地底油缸度咧。是泵油做油站去入巴士，佢每一日 handle 可能幾百架巴士，用緊係非常大量嘅油，咁所以佢需要咧一個好大嘅地底油缸。喺元朗工業村裏邊興建地底油缸咧，係好難得先可以批准，因為地底油缸咧唔可以喺人口密集，或者唔可以一啲咧就係有一個高危險度嘅一個咧工業或者鐵路附近咧興建嘅。咁即係話咧，如果我哋想將九巴搬走。九巴可以揀的土地其實非常有限，整個新界北咧係講緊會變成新界北大都會。到而家咧，我哋都唔知個規劃係點。到而家冇一個政府部門可以話實俾大家聽。就算有人話九巴可以搬去新田，就算環保署或者咧，就算地政局，你要搬去新田啦。嗱，唔講嗰個土地可以使用年期，唔講，淨係講嗰個地方究竟將來會唔會變成住宅區。嗱，如果地方將來變成住宅區嘅話咧？根本就不會有部門
係會批准九巴在地底興建個非常大型的油缸，跟住咧去供應巴士入油。結果咧，如果那度係成為一個住宅區嘅話咧，嗱，而家新界北大都會咧係仲未有規劃嘅。如果有咗規劃之後咧，分分鐘而家知道又話住宅區，嗰度又住宅區，依度商業區，嗰度酒店區，根本就冇可能咧俾九巴咧係可以長期咧係佔用嗰個地方。九巴係需要投資，包括咗咧就係地底油缸啊，包括維修設施啊，包括依個圍欄啊，包括咧好多譬如防鼠防蟲嘅嘢都要做。嗱，結果咧就係佢投資完之後咧，可能三幾年咧就話你要搬啊，對唔住，我依個地變成咧新市鎮啦，我依度咧就轉成咧住宅區啦，你唔可以喺度。嗱，會唔會咁樣咧？嗱，依一個其實都係一個問題嚟。個問題咧就可以咧就同呢個環同呢個咧就係咧個科技園咧個情況差唔多。就是簡單講咧，香港政府做嘢咧係永遠冇規劃嘅，永遠冇一個好長周長嘅計劃。講啲嘢咧好好大起功，講啲嘢全部口號式嘅。我要做咧創新科技，我要做咧就係呢個咧將個環保園或者將呢個咧工業園，即係將個工業村改名叫創新園，香港咧就會變成直谷噶啦，或者元朗就會變成直谷噶啦。嗱，依啲全部咧好虛幻嘅，冇一個實際嘅一個咧 proposal， 冇實際一個可行嘅方案嘅。又或者咧，就係而家新界北大都會，哇！我要推進新界北大都會，我起900,000個單位，我要咧十年之內起900,000單位。而家容漢豪啊，琴日公布啊，賣地都只能夠起啊5,900個單位啫，900,000個單位啊，大佬，講緊佢幾多倍嘅土地？依個講緊成件事咧，就是、香港政府都冇一個全盤嘅規劃，一個非常清晰嘅將來嘅設計。香港人唔知，佢自己都唔知道。跟住翻轉頭咧，原來所有我哋掂到嘅所有在地而家嘅傳統工業，就算你唔中意佢要搬佢去山卡拉都好，而家你話嘅山卡拉將來可能係市中心，冇人會知道。成件事可以簡單講啦，無論香港政府各個一個局，包括咧環境局啦、環境及呢個生態局啦，包括咧呢個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先東啦，包括謝展環啦，包括而家咧就係呢個咧就係香港嘅一個科，我都好難讀啊啲名啫。香港科技園公司或者香港的各個工業村又或者就是科學園，其實全部都應該有一個很非常清晰的全盤計劃，甚至呢怎樣跟香港社會接通，怎樣給香港一些人呢，給香港人一個機會去發展，全部都要呢是非常仔細地樣去告訴大家。現在香港政府距離良政善治，可以距離呢就是做到良政善治實在太遠了。